啊，就是你家兄，我是做爱看你咧得顺啦。我前下嘛有带你模仿啊，伫咧六当前，有带你模仿你咧台南市议会咧得顺的时阵，市民要问看你起几趴，百二趴，无几趴你讲嘛，最悬几趴？都无百二趴嘛？几趴啦？一百一、一百十五、一百十九、一百、一百零五，啊你市长安怎做的啦？无几趴你讲嘛？到底几趴啦？百一。一百十五、一百十九、一百零五，啊！你市长是安怎做的啦？百一、一百十五、一百十九、一百零五，办好事啦！市长是安怎做的？人咧讲啊，良小非君子啊，无毒不丈夫啊！歹势歹势，梁哥啊，你好你好，我只是讲我做配合你的台语，安尼尔，我做爱听你讲台语。无啊，你刚刚讲要讲沈腾啊的故事。沈腾的故事算拿着迄赤坎楼啊，电信公迄个代志。有一只沈腾啊，还过一文啊咧。伫咧暗头啊的时阵吼，伊怎啊呢？安尼踅出来，啊踅出来咧，怎啊看到这荷兰人吼？安尼哦安尼，拢安尼点火，安尼拢通宵啦。然后呢，伊就较紧倒去台因阿公讲啊，达这个沈腾啊阿公讲，我感觉我甲你讲的是同一个版本，我是对你阿爹来啊。所以不可能有南部的神人啊会改。我跟你说是对热水溪，哦，热水溪一般的神人啊就不对了。对啊，那很奇怪哦。我妈妈是台北人哦。是。她嫁来就对了，嫁来，她来台南。啊，神人啊，啾，神人啊怎会叫啦？啊，这个故事是安尼，这个故事是我读台南二中的时阵，我迄个老师讲我听，萧庄南，我历史老师，沈腾啊，阿公想讲搭惨啦，啊，这这紧急的代志变啦，沈腾啊，伊会当发出一种声波啦，哦，对，声波呢，传出去，发出去了后，南都传到垦丁鹅南坪，北传到罗水溪。所以罗水溪以南遮所有神堂啊，拢收到这只神堂啊王吼，因阿公的迄个收到伊的信号，当我大家走来岸边海边了，伫岸，当我规片拢伫岸边海滩，神堂啊阿公吼的话，预备七一二三啊，当我全部所有的神堂啊拢伫海边，就一个一声，这个睡梦中的电信公呢，雄雄听着一声响起来。别个提起讲，啊，夭寿啦，流水到啊，赶紧的叫部长赶紧起来，安尼，船啊呢，就爬起来对这个台湾登陆，所以最后会当赶走荷兰人，赶走荷兰人了呢，郑成功想讲奇怪，我冥冥之中呢，到底是什么人给我叫了掉啦？哎，起来，看到规海滩拢装沈腾啊，啊，原来就是沈腾啊给我叫的。今天本王可以登陆台湾，哦，收回国土，是因为您在半年清明之中叫醒本王，本王才得以收复台湾。所以呢，你的子子孙孙世世代代永远为着这件美丽的代志而来歌颂。所以所有有在安平海滩这神堂啊呢，一生的后代拢会唱歌，拢会讲话啊！啊，所以就因为安尼，这个沈腾啊，罗水溪以南会叫，罗水溪以北以北袂叫，哟，对啊咧，安尼，啊，就是讲到遐，我是做爱看你咧得顺啊！我前下嘛有带你模仿啊，伫咧六当前，有带你模仿你伫咧台南市议会咧得顺的时阵，市民要问看你起几趴。百二趴，无几趴，你讲嘛？最悬几趴？都无百二趴嘛？几趴啦？一百一、一百十五、一百十九、一百零五，啊！你市长安怎做的啦？百一、一百十五、一百十九、一百零五，人咧讲啊，良小非君子啊，无毒不丈夫啊，你真正是毒，有够毒。无几趴，你讲嘛？到底几趴啦？百一、一百十五、一百十九、一百零五，啊！你市长是安怎做的啦？动车时，迄人得咧饮水，我问陈美玲为什么饮水会饮死人？你指挥官，你市长拢唔知？你同我讲，你拢总有掌控，你啥物拢知啊？啊！即摆问你这個，你烧下体，啊，大项都唔知，你市长是安怎做的啦？
最晚几趴啦，最后公文也未来，嘿。